睡眠比较好吧？是也蛮不错的。会喘？会耶。登阶运动。你等一下还会再上一次吗？我刚刚只是热身一下。你不觉得上去然后大家有很欢呼，然后很爽？很像那个马戏团小动物。我要来砸场喽！台中人举手好了，来调查一下。还好，没有很多哎，所以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是开了很久的车，然后才来这边。其实就算是台中人，也可能要开很久的车才来。台中人说话了，真的假的？台中现在很大哎，这里对我来说更苗栗。以前还有台中自然铁路线。那你本人是住台中的人？